开台顺利，初步可以安心。那今天好不好？先直接说清楚，讲明白啊！如果我们等一下忽然间不见了，就代表中华又把网路给吞掉了，那我也没有办法。昨天我这个断了三次，直接打客服，然后呢，后来又断了第四次。第四次直接晚上整个都没网路，睡起来才有，非常的厉害。然后早上的时候他就传讯息，就说哦已经修好了，然后下午的时候又断了一次，所以我不晓得他的状况。我后来有在联系啊，然后他就说下午的断线是他们最后的调整，虽然早上已经跟我讲已经完美了。但下午断线之后又有说最后的调整，可能每次都要有个最后的最后，好吧？所以我们就看看能否顺顺利利。我只是先讲清楚，说明白。他那个断线有时候五分钟啊，慢的话十分钟，甚至可能彻夜，所以我可能如果断线的话就休息了，好吧？哎，来，那我们。继续来聊聊。务必小心，没问题，接下来就交给我们了。意识处于朦胧的状态，手上还有我们采来的类似史莱姆的药。想必能顺利，希望如此啦。手机网络是没问题啊，我也是用别家的，但电脑网络基本上一定是用中华啦。你其他电信啊，其实也是在跟中在用中华的机房，所以就。没办法啦，希望可以好好加油。我后来有去查，昨天还没查什么到，然后今天查到，就是这两天台中好像都蛮有状况，甚至16号的时候，我看蛮多16、17号台中那边也各种地方断网，可是那时候我没事。苦番茄，所以。其实我已经算是很幸运了吗？躲过了一波，躲不过第二波。哇，这也太可怕了，瞬间融化。我自己粗浅的去看台湾的网络就两种啊。一种就是中华，包含你跟中华租的，就是有你各个地区有各个地区的那些网路，就是在地的网路公司，然后有些的喊的妹数啊、价格啊都比中华便宜，可是他们的机房其实也是在中华，他就是租机房然后来弄，对啊。那另一种是第四台的网路，那好像又是另一个方式。所以基本上，你要求稳的话，可能都还是中华吧，就是查相关的粗浅的资料是如此。就不晓得他们在最近在干嘛。而且很明显就是他们的问题啊，因为他维修不用进我家，就不是我的家里盒子的问题，是他外面的
毕老师他公司还是附近的东西弄到了。超莫名。然后昨天打电话，他就说啊，确认家里没有那个染疫的人员呐、啊，然后说来修会全程戴口罩啊，不啦不啦不啦，那就也没来，然后直接就说好了，有问题。啊，永远说不完啊，我们不理他了。反正怎么说，也只能就是继续用了，只能去叨那个叨扰一下，有没有念念一下？嗯，好做事，继续来啦。是不是跟黑帮？我们现实，我台中就跟这里一样啊，网络明明就是没问题，哎，怎么讯号就没有了？嗯，怪怪的。他们是不是在开发，人类 AI 化？协助出事就是互相帮忙。啊、这边应该就进不去。外面还有一个轮。对啊，你们的网路有没有比不上那一艘船啊？那艘船可以 handle 住你们，那、啊、你们怎么无法自己来？对，从他们的理工支持。好、嗯哦，我们就四处探索。无可替代哦，そうだ。要师父对你刮目相看的时候。在旁边，原来在下面。库伦教授，观察到最后。去了伊和林的世界，
一步一步在向前迈进。对啊，他那个破坏。但那破坏势必有它的需求性，就除了有没有它少了那一个，还要怎么完成它的课题之外，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然后还有就是为什么一定得破坏，对不对？代表不仅它有 Plan B， 然后这个 Plan A 也是不可行的，有问题的，所以它才要这样子做。自己的状况，开导问题，好好面对。能问一下有发表单了吗？还没，还没弄完。那网络断线，原本昨天晚上处理。我看今天结束有没有办法弄出来啊？应该这只是一些小东西要弄的。让我一肚子气愤，没有办法专心去弄那个。我现在就有理由，全部都怪中华。那表单也是给大家一周的时间去填啊，回馈啊，那我就有这些数据，然后可以去寻找适合的厂商啦。不然现阶段接触的有一些还是成本好高。网路那个表单确实是网路表单，连开也不能开。昨天我就看着我的电脑，我现在还能做什么？有剪片，只能剪片剪片剪片。然后还有Steam 单机游戏还可以，我就只能剪片，单机游戏，可怜呐。更优异啊，能力可以匹敌，装备更优异，所以就很厉害啊。师长，四庭的管理者哦。这就是那个咯，新的情报咯。因为庭园的时候的管理者其实主要是透过书本看的嘛，那时候好像没有很知道说他们的管理者总共有几位，甚至感觉有没有就是超级多的样子，所以现在就是简单了一点，就是四位。那皇帝倒了，但有可能有新的地步，但主要就是四位。
跟角色相比有没有简单一点？四个干部，我们角色超复杂。七要卖的流向。仰赖他就对了。断了几根骨头，哇，好痛哦。蓝卡 QQ， 成了很多单机游戏，没网路就不怕。可是你要知道，有些很多单机游戏啊，像你 PS 也是啊，它有一些单机游戏，你要游玩它还是要连线。像我们轨迹系列，其实都几乎很多都是，就是你它的 DLC 是要网络确认。我记得有一次好像就是网络没弄好，它就开不了。单机就不单机了。打好基础。太难懂了吧，老爸。强一点。对，我应该要庆幸，网络问题至少只是有没有？少了手脚的感觉。如果是没电，那就是直接 GGGGG。 没电的话就真的最无解了。怕安安跟我们分享，没电只能看书，白天还可以看书啊，晚上你就不晓得干嘛，呵呵，只能睡了。新兵器的零件不见了。座机，
感觉就是被偷走了。哦，去卡特家坐坐。渐渐对不上，有没有？就是趁着过去，导力网路有一点小状况，然后就偷偷的把数目增加，偷偷的把运送的位置改变，有没有？最后，怎么就对不上了？你有订这么多的订单呢？没有啊，我没有啊。断网可能影响影片上传 ，GG 就打破一天两个，对啊，就没办法。さあ、出発せんぞ。昨天其实就是啊，昨天我说啊，我第二次断网的时候就快七点，然后那时候影片的编辑就变成是用手机在编辑，因为影片会先上传，然后它。尤其最近也怪怪的，就是他影片的上传，他的画质的整理变得更久了，所以我现在都是更早去上传，然后去弄。至少都还有手机啊，不用担心。5G 网路，叮。这边就是一个支线事件，然后还有大聊聊。上一次差不多半小时，我们这次应该也差不多。采取行动交给我们。的公司具有这么强大的力量，这其实在现实很难想象。毕竟军队啊、控管啊，都还是以国家为概念，企业顶多就是保全。合力努力，每次这里聊一聊就地图看着就呛了，我管呛了。这里聊完过来，3D 障碍。空间感真的比较雷一点。
工具机坏了。哦，让给他。亦敌亦友，这么棒、啊。我有没有？今天你帮他，明天他帮你，这其实也是很不错的啦，共患难。爱车人士，对啊，很多地方都好几层，有没有？然后它的地图就变得很考验你的空间的概念，走着走着，然后就坑了。它的设计就也是比较现代啊，就你现实的街道啊、道路啊，有一些就是像这样子，上上下下。军事系统，这也太难也太强了吧？那你复制现有体系或是参考，这都是最直接的。你跟现有体系有根本上的不同的话，那都是很难。扛一个就不行了，铁块吗？真正的帅气就是这样，变成了好鸡鸡。老夫人很会夸夸。嘴上虽然嫌麻烦，对不对？但看到需要帮助，哎，还是会去啊。半小时刚刚好。撤退了，两架强大的机型还潜伏着。他自己的判断。内部其他部门的意思，哦，接啦，哪次不接啦？
特殊的护盾。一些不对劲的地方。解決業務開始だね。然后就该不会就是有没有咖啡的？哎，还真的。移动咖啡，这藏在里面没可能吧？使用话题。聞かせてもらうぜ。告诉我们，咔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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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埋伏在这啊！有罐子，他根本不害怕。那车子的体重吨位很重，直接碾压。转弯的时候，对不对？里面的就咔咔啦咔啦咔啦。说他坐冷板凳的菲力可以帮范恩呢、欸、好，我们让亚伦秀一下啊，ちょっといいか。什么人都没有 ，AI 控制。其实，在蛮多电影都有类似的，有没有？就是当我们的汽车，现在其实有一些自动驾驶，假设未来都自动驾驶，那如果那个被骇客入侵，那其实会是很可怕的事情。这种有些就没有办法，越是便利，那当它发生危险的时候，那也会变成越危险。AI 自动驾驶技术，果然。在那里下哦，去见识一下哦。
飞车党一起来。では向かいましょう。よかったら。いや、亚伦没有拜拜啊。休んでいきませんか。发威一下。我看着地图走，为什么会那样走，我也不晓得。好吧，我已经看着地图走了。AI。人类的骨气。我们准备好了。图可以分成应该更确实啊，它可以那样子显示啊，就是分成的，然后也可以综合的，综合就像现在的地图这样子，就让玩家自己去选择，看似会以最佳路线来躲避。哼，前后右直接包抄，这边紧急刹车，那总不会直接撞吧。哇哇哇，直接放出来啦。一次打两台，而且我们的 CP 没有满，CP 上升，ガンガン行くぞ。あとは頼んだよ。引き受けました。炎よ、我らの息吹を。フィーバータイムだ。全力で行きましょう。逆境心眼，この調子でいきましょう。チャンスです。虽然有攻击力加加，但是ガンガン行くぞ。这个护盾还是很关键啊。みんなを守って。バンさん。断网，又断网。真的又断了，哎呀，至少游戏还可以玩啊 ！OBS 的录制应该也还有。但是我看
我看我的卡已经没了，我来去我的用手机来留个言，我说状况，难道你看记录档的，至少我们可以打完这一里。所以你看，他说没问题，结果呢还是有问题啊，那我能怎么办？我能怎么办？我从我的手机看不到我副频道有在开，哎，它自动关了，应该不会吧？直播频道。哎，好像是哎。好，那我就反正有事前警告，我原本想说应该不会这样发生，但真的就发生了。哎，那至少至少那台好像有直接关闭起来，那我们就继续玩，看那个记录档的小小课可以看起来了。还是来个练气。虽然想要大，但没办法大，还是就用崩拳好了。崩拳本身其实就也蛮痛的。很强啊！你是我们有护盾，哇，两个都来！你看看我网路何时会好？通常呢，五分钟顺利的话，不顺的话就会更久。ガンガン行くぞ！打过去！走不到后面去，我们只能正面来。好像还行哦。喵翼，补 CP， 卫星治疗。啊，这时候就可以直接打下去啦！KO。KO 了，网路，哦，还没好。嗯，已连线。啊，网路还是没好，好吧。先不管，我们看完这里，然后就出村。唉，两架打倒，不得了的对象，我们有什么办法？隐藏的第三架，
了，鬼机之救援。什么？变身？哦。爪が甘かったようだな。おおおおおお。沈め。啊，难怪是史上列兵最强啊，对不对？这根本无敌啦！你直接一炮放上去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网络很好了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样我们会台是直接可以，它有接吗？还是？哎，哦，没有，它是结束了。我那边副频道的设定是那样子，就断线的话，它就会直接关台。好，哎，那我们记录档的，你现在看到应该就只有记录档会看到了啦，我们就继续吧，先把这里弄完再说。破坏筒枪，不是啊？你看它这个难怪是最强啊，因为它直接大爆射，对不对？超电池导火打下去，那你谁能够挡住？弊社SCからの状況分析もありましたので、あとはそちらと現地警察、那边都是拿彼らに任せました。枪啊、剑啊、狙击也有，对不对？但他这等于是坦克的概念，有没有？一炮打爆你，打屁打。赚几分，额外报酬。これで幕引きだ。報酬が振り込まれたわ。啊，那好啦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啦。好不好？这也没有办法，网路断来断去。那我如果这边我再重新开台，如果他等一下有没有半小时一小时又断，那个记录档也很麻烦，重点是玩的也会不开心。我们今天就很简单，一个记录档48分钟到底啦，没办法啦 ，GG。现在只能希望，所以就很明显啊，网路就是他们的问题。他们自己也没办法，他下午跟我保证就是他应该是已经整修完了，那我说我也问他说那是不是就不会断，还是他也说也没办法确定，因为他也只是联络人员，但至少以他们官方的立场就是该做的已经做了，我觉得也没办法了。哎，去 FB 抱怨，发文抱怨，休息休息，大家晚安，有储存了哦。我去做表单，休息，啵啵啵。